啊，那你几岁开始阳痿啊？我也分不清楚是几岁，但就是真的是想做的时候做不了，然后干没有做的时候不是没有做的时候挺正常的。我在那个泌尿科医生，我是泌尿科医生认证的，应该是没有阳痿，因为我是在他面前勃起，他跟我说我这硬度应该够。那泌尿科医生是男的，所以我可能是男童。前面的张家胜在客厅神明听前面，啊，他跟你说硬度够二长度，我们都。没有啊，他跟我说硬度够的时候，我跟他说这甚至不是我的最佳状况。他就说：“那你一定放。”哦，别男的医生跟你说你的硬度够，没有啊，因为你要勃，因为你要勃起啊。跟你讲啦，那个你要退下来再勃起。您的我操过一次，大小啊，男的医生有够没料，偷偷跟你说萝莉有料的，然后小心啊虫。他妈的我自己勃起，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确定我要不要割包皮嘛，那个时候我不确定我要不要割包皮，然后因为有一个是他是说推下来之后，我网上看有一个推下来之后，然后你再勃起，然后他会不会卡到？然后我就推下来之后，然后我再想一些有的没让自己勃起，然后就摸，我就他医生会问我说怎么了？用想的就可以勃起，医生在你前面抓你的鸡鸡耶？啊，我想别的、啊。可是他在前面是一个男的、欸，他就是勃起了。你我跟你讲啦，我跟你认真讲，你是 gay。不是，我只是想要知道我的最佳状态而已，我只想要知道我到底要不要割包皮。没有，小朋友，你先冷静哦。我跟你认真讲，你是 gay。许生豪真的不会诊断啦。我跟你讲，他做错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这我知道。你对着男生可以硬，然后他说硬度 OK， 你对着女生硬不起来，那很明显啊，你是 gay 啊。你有想过你在看 A 片的时候，你看的是女生，然后让你兴奋，还是在看那根鸡鸡在动？自己是假的。难怪我最喜欢看的那个系列，那个什么超绝顶那个系列，他最后都会有一个那个介绍男优的系列，清水剑，然后森林猿人，然后什么的，然后那四个约的那四个，然后还有一个平头的，那一个平头那个，哇，那四个哇很壮，然后这边做那个，然后他们哇，他们都干超久，他们那四个都超级会干的那四个。超可怕的那四个，超屌！阿胜，我要说一句实话，我跟你讲，你认真，你真的，这不要做效果，这没有什么好做效果。活动的时候，老二比你真的要找到自己对的性向。主像是香香活动的时候，不是吧？这个不用教就勇敢丢进去就好，啊、不是啊，会很尴尬啊。馆长阿胜，找你去成群，不是嘟不嘟的问题啊，不是嘟不嘟的问题啊。以前大家都觉得你可能是处男处女，然后你不会做。你现在不是啊，你现在说不定是你从头到尾你就是 gay 啊。妈的，难怪我看你平常讲话阴阳怪气的。不是吧，我喜欢女生欸，我看 A 片都看女生欸。那是你嘴上说的好不好啊？不是啊，因为五马的那个什么，因为五马的男优都会戴面罩啊，又看不到。欸，不对，怪怪的，不对，所以你都不看五马的，因为你看不到男优的脸，所以你都不看五马的、啊。不是，还是先被我嘟，你就想看男生的脸呢、啊？您听我解释，您听我讲一句，哦，你讲，不是五马的感觉就有点脏脏的啦，就感觉五马的就有点太，五马的男优都很丑啊，阿正，那您是有看见翔翔？我有看见强学长，当然是学术的那个。然后我有看讯豪最新的，他们现在叫西装社畜，然后他们有 OnlyFans， 他有300多支影片，然后订阅六个月20多美。那个，但我是欣赏的角度。哈 ，gay。啊，很简单啦，我跟你讲啦，这件事情你承认出柜，其实什么事情都解决了。捏宁那边也没什么好讲的，为什么他这样倒贴了你还不要？因为你是 gay。捏宁那边也放下一块心里的大石头啦。难怪你从以前看我的眼神就一直怪怪的。传统一点的家庭没办法。我今天是男同志，我如果今天是男同志，他妈的我怎么可能不是跟咪蛋？我跟他睡过一张床欸，靠腰，咪蛋起来怎么没有觉得肛门痛痛的？如果今天是男同志，跟你讲啦，我再怎么样也不会选熊王蛋，好不好？不会想这件事。对的，正常人不会。我跟你们讲，没有，我跟你们讲，那是我今天就算是男同志，我也是会挑的，好不好？靠腰一个只会屁眼叫的人，怎么可能啊？讲小讲空哦。咪蛋来我家住过，你有看证据？咪蛋来我家住过，还帮他拍过照的，靠腰，他就来我家住过，我跟他同床的，我怎么可能不先搞咪蛋，搞熊文安啊？不是，你现在讲这句话超可怕的，表示你有想过？没有，我没有，不是我没有，你没有吗？你
有吧？我没有，不会想、欸。正常人兄弟来家里睡，是你想说哦，睡就睡啊。你看，这个来我家睡，来我家住过哎、欸。这个那个时候，你看这上面，你看还有毛巾。你为什么要拍照？你为什么要拍？你拍他干嘛？拍他，而且拍这个超色的、欸。没有啊，我想说纪念一下、啊、他来住我家、啊，纪念一下，拍这超暧昧的、欸。不是，你看他没有去你家里，你会拍照吗？你正常人会拍照吗？我聊天是正常人，男生朋友来家里会这样拍，会拍一个叫他站全身，然后比个耶，然后胸部挺出来吗？他胸肌这么大块、欸，啊，你们这样子自己选吗？怎么可能选右边这个？哎呀，我觉得是男同伟挑一下的，再拖一下，这差那么多，这个很 gay 吗？有一说一，主播胸肌很大，我看一下。男同你还是想要被干的那个？我们现在来看同志天菜照片来干你啊！真的完，哎、欸，不算完了啦。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很高兴你找到形象。不是，没有啦，靠腰。我就拍一下照片。我说你第一眼撇过这张照片，脸啊，把他拉出荧幕外面，你把他拉出荧幕外面，你把他拉出荧幕外面，再拉回来，你第一眼会看到哪里？谢谢超顾客让我知道咪咪蛋跟你睡同一张床也互相搞，把你送来 YT 双性恋观众会比较多哎，就表示男粉跟女粉都会觉得自己有机会。敢真的？张家胜，你这种我都会存一些男生照片在我的桌面，就是还不敢面对自己是假的事实被多一次就懂了。看起来像要打人呢、欸，很可怕。你第一眼看到哪里？你第一眼看到哪里？你第一眼看到哪里？应该是看脸，应该是看脸。儿子，你去点熊甲干好了，反正你阳痿。瞎爱橘子的关系很奇怪、欸。不是啦，靠腰，我跟瞎爱橘子没有到那么熟啦，靠乱讲话。靠腰，搞不好你喜欢他。你看你阿胜现在实况也要搞政治正确，我好扯哦。那你可以解释一下，你是 LGBTQ 哪一个吗？我帮你去夹板。阿关打铁那个时候会磨皮吗？好肥哎、欸，阿管也算熊甲哎、欸，你是熊会喜欢的、欸。那你们到底有什么？到底有什么毛病啊？你想想，电狼里面你会不会最喜欢瞎爱橘子啊？感是蛮可爱的啊，瞎爱橘子。但他是不是有种疗愈感？对啊，看他有时候玩游戏蛮可爱的、啊。靠飞，你好像真的是假哎、欸。阿胜，你好像真的是 NL 老公哎、欸。冷静一点，最近一直有人 take 我什么？最近一直有人 take 我说什么？什么脸书账号被 ban， 然后什么什么女网红跟那个主管做爱之后就那个，我直接跟吉祥讲了，干，那个 Twitch 也不用帮我解 ban， 你直接来找我就可以做爱了，不用讲那么多话屁话了，靠腰，你可以不用利用 Twitch， 好不好？我知道有可能有这个，但是我是不需要这种方式的。我帮各位找到证据了，朵莉 我 Twitch 根本就不需要被解 ban 的，吉祥，如果你想要做的话，是随时可以啦。干收背的其实也可以啦，收背的其实也可以啦，如果他老婆不介意。那里是男同俱乐部，不是群聊。